我是镜像吗？我刚刚开播之前发现我的浪 live 变反的，等一下，现在是反的还是正的？镜像跟平常是反的是吗？现在这样，现在是反的啊？可是这样我超不习惯的，前阵子更新改了，现在看后面在我们左边，目前是反的，这样子，我这样长得好奇怪，这样变，对啊，我这边看是反的，不行，好不习惯了，怎么办？没有没有，我要跟你们说，上次更新只剩这两种，你们看吧，我不习惯啊，因为你看我现在要往我的右边，然后我的画面你看起来我往左边，不行，好怪，而且你看我要梳头发的话，刘海在哪里？哎，这是左边。眼睛看的跟这个手做的这种对，我在哪？这里是哪里？这是左转，真的吗？调整我习惯就可以了吗？我刚刚之所以迟到，就是我想说，等一下，这个画面是我能在开播前调吗？等一下，这是左边还是右边？左边，左边。左边看起来刘海不够，往后，好，往后。你们知道我在干嘛吗？看着反的镜子，超级没有办法，我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楚。天啊，你长得。你长得很像真超很真欸，我在，对啊，我在直播里迷路了，真煮丹，欸，我很久没喝真煮丹了，蛮想喝的，我是最后一个更新的，我其实没有刻意去更新浪 life， 怎么那么衰啊，还被更新到了，我跟你们说，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就是要这样分啊？就是左右反的，是哪一个？我一直过不去的这个坎。镜花水月，你什么时候产生了我没有使用镜花水月的错觉？分批更新，不过我记得之前我玩一个什么东西也需要左右分，然后我完全就是没有破关过。这边是我的右边，但是我现在看起来是我的左边。我忘记了，我之前是玩什么东西，反正我左右都分不清楚啊。啊，我知道了，你们知道 Switch 吗？然后 Switch 之前不是 Switch 有一些那种团体游戏，然后我之前在祖祖家玩的那个啦，有一个兔子的。什么风兔什么东西的，反正就是一个团体游戏，然后里面有一个玩的东西，就是他要反正就是要左右，然后去攻击对方这样，但他的左右就是镜像的，然后我就超障碍，我最后就是站在原地一直按攻击，有人过来我就幸运的攻击到他，没有人过来的话我就谁也老死不相往来，因为它是镜像，然后我分不清楚左右，就是我的脑子没办法看着画面分左右。谢谢富文姐姐的海洋之心，就是对啊，但没有，跟马里奥赛车那个不一样，因为雷曼兔是一直，糟糕，我是要看这边输，我这边头发乱了，结果我输了右左边。平常左右分得很好的话，镜像会困难哦。我平常是左右分得很好的人，但是镜像我超困难，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看着你就知道往哪里，然后就会，对，这
是不是？可以晕眩，可以晕眩。哎，这次是继那个公演后的第一次直播，我摸不到啾啾你在哪里？哎，我的画面是正的吗？还是有在超过画面？我觉得我接下来直播有点困扰。人是正的，那画面呢？现在刚好。那，我决定闭眼睛，好痛苦。这样是不是可以顺便训练一下我的手脑协调？没有，我现在我其实蛮想转过来变成我这边看的，可是我想知道我如果靠这样训练有没有办法训练手脑协调？你们觉得呢？有办法让我变得左右更那个吗？傲娇恐妈妈没有吗？可以练左手？我举了右手，真的吗？练不了吗？感觉会变得更不协调。哎，其他人都撑不到三分钟，我撑到八分钟，我撑到八分钟了。这样你下播看镜子哦，会错乱。除非我以后闭着眼睛直播，基本上要这样子我应该还是可以，但我这样看不到留言，但是我这样就看不到我自己了，我这样就不会有那个头脑晕晕的感觉。我刚刚一直看的画面就是有一点头晕。对，我这样看不到的留言怎么办？我只好用心点跟你来告白，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我香格里拉这几天在车上看了半集而已，没错，就只看了半集。哎，香格里拉那个歌叫什么名字啊？蛮好听的，很像那种以前的少年漫画。谢谢黑流星，香格里拉的 OP， 香格里拉。乱讲话，乱讲名字。嘟嘟嘟嘟。我才看半集，因为我半集还没开始，对，我看到了他开始玩香格里拉而已。谢谢阿贝的告白气球，我看到很多人都已经去踩点了，但碍于你们老板最近忙，我还没有，我赶完了这个礼拜要交的。期待老板去踩点了，那勇哥有没有机会飞过来踩点一下啊？鱼钢琴家好晕吗？请问鱼钢琴家好看吗？有没有很意外？下礼拜要教的我还没开始动，好烦哦！为什么每个礼拜都有作业？最后我获得了小蝙蝠，谢谢你们的厚爱。开心，谢谢小啾。女钢琴家好过分，你忙但至少还能踩点，我呢关于地理问题有点困难。有吗？哥不意外吗？不是应该蛮多人，你知道非粉丝都很意外吗？非粉丝都很意外，就是我说的非粉丝是非酱油，就是很多不是我的粉丝的人都有来回馈 report 说好意外，你怎么会跳鱼钢琴家？这样，就是多数都是对不熟我的人来收下课这样子。没错，证明你们是真酱油，真酱油。我今天成功把一支口红用完了，而且这支还蛮好用的，说我把它拍一下就丢掉了。那个美妆不省钱达人，用东西很省。好可爱，是可以想象的。你也下课到，勇哥自己都说了，你只是新入坑的酱油，还不够久啦。蛮好
吃的吗？还不错，还不错吃。但因为它，你看它已经没颜色了。我刚爆涂一波，但它其实已经没颜色，超过分，超好看，我要疯狂满地酱油吃。它已经在胡言乱语了耶，疯狂掉满地酱油，直接数掉超正，只会汪汪。有之前有用完口红过，膏状的没有，水状的有。因为水状，我膏状的话我很难用到它，已经不见了。但是水状它还会干掉，就是还有干枯的部分。一直猜黄义霖会跟我跳羽钢琴家，我也蛮想跟黄义霖跳羽钢琴家的哦。这个洛克这样是一次看两个推吗？是不是想满足这个？跟看到 confession 的感觉有点像。confession 可是阿弟数一数二称赞过我跳得好看的舞，差点以为林一要跟我跳了，结果没上来。你说我要跟林一跳温布顿，还是林一要跟我跳羽钢琴家？我当初 confession 的时候，也是第一次被舞蹈老师称赞，就是他有说，意外的还行，这样，他就是吝于称赞了。温布顿叫 Aki 啊，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彩排的时候看到林依云的温布顿的时候，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心中是百感交集。没错，我是跳中二歌，而且其实就是阿美诺那个阿美诺 pianisto 的本家的成员们的表现都很疯哎！我上网查了好几个版本，就是他们这个 free 的弹的那一段，我原本想说想要借鉴一下。就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像宇宙的精神病院，所以我就想说，我是不是也要疯一点？对，这首歌的精华就是那一段要群魔乱舞。阿威威，好久。而且我一开始第一个看到的版本是松井玲奈的毕业演唱会的版本，然后因为那一场他真的跳太多歌了，然后整个就是头发都是汗，然后就是刘海完全没有在正常的位置过，然后我就想说，这就是雨中的钢琴家吗？因为真的有雨中的感觉，你知道吗？感觉他那个刘海应该是经过倾盆大雨。然后，但是因为我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是看林杰的版本嘛，然后那时候想说林杰跳的这太优美了吧，就是很漂亮，他把这首歌跳的超漂亮，然后身段很柔，然后后来就是看了，就是又特别去看了日本版，就是其实日本版我之前在一开始知道我们要跳手牵手的时候，跳 Naki Nagara 这个 Koen 的时候，我们就有先去看了很多本家的影片，但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Uni 是什么，我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 Ameno Pianisto， Ameno Pianisto， 可是我怎么不记得我那时候看线上版的时候有觉得这首歌有疯成这样，我只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舞蹈其实也蛮漂亮的。但林杰那个真的好优雅，疯疯的是正杰，我真的我觉得我不该先从林杰版本入手这首歌，因为他让我对这首歌的印象有了不一样的三观。可能我看的是 Team Four 的，对，我看的是 Team Four 的啊，对啦，我看的是 Team Four 的。Team Four 那个时候好像就没有那么疯，我最一开始看的是 Team Four 的，没错。因为疫情那个时候有的免费的线上公演是 Team Four 的。等我跳了十遍，看看会不会变成我，有可能会变，但因为这次是第一次表演，然后我想说先不要吓到大家，我的头应该要往左转，好，就是好，哈，差。
彩云过物语怎么看起来也色色？插个话，现在 BGM 的那部卡通很好看，没有彩云国物语一直让我想到之前好味小姐吐槽的那一部啦，那个一直很色色的那一部。拜托请下一下，我过了几场乌梅的该开始吓人了，我在吓人啊。对，梦幻游戏。而且这一次雨钢琴家有让不是我的粉丝的人来给我 report， 我很意外。彩云国没有色色吗？只有 love love 是吗？女主角看起来蛮可爱的。我不知道，我好像我目前为止有在舞台上很那种很疯的表演过吗？是不是还没有？就是之前都没有这种非常疯癫的歌曲，只有那种很中二的帅帅的歌曲。起飞的声音，人家在拉二胡吧？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如果小时候也是卡通仔的话，应该听过。没有风的歌吧？对啊，这种风格是第一次吧？哈，刚刚很棒，寻找满月，我最喜欢那个天使了。但是寻找满月，其实我是看完了漫画。动画我反而没有看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好像开始想要认真看《寻找满月》的时候，电视的部分就已经下架了。回忆杀，漫画比较好看，我记得动画有做一点更动。P.S. 我喜欢的天使是女神，虽然男生的我也喜欢。寻找满月的部分，满月好像是看动画，只看了一点点。我有跟你们说过我之前那个跑跑卡丁车的游戏叫什么名字吗？我跑跑卡丁车叫寻找雅恩欸，欢迎大家去加我，但我已经不会再打开跑跑卡丁车欸。啊，已经不能加了，对不对？已经下线了。泡泡倒了。那我可以讲了。我之前小时候的第一个，寻找满月雅恩吧，好像加满月，有加满月。就是你们知道小时候，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很有齿力啦，就是我会在游戏里用本名就对了。找不到雅恩了，已经找不到雅恩了，各位。我觉得最丢脸的是那个冲田跑的啊。对，你怎么知道天宇？冲田跑现在有改服，他有病伺服器，我不知道还找不找得到，但是我冲田跑的时候名字里有雅恩也有公主。啊，谢谢。现在不会叫这种那个了，但我因为我玩游戏太早了，我跑跑卡丁车是从中班就开始玩了，然后我冲天跑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玩的，我那时候连打字都还不太会，就真的很中二。谢谢大家。会有人叫我公主，没错，公主终于讲话了，是在那个《梦幻龙族传说》，是《梦幻龙族传说》的时候，真的很愚蠢，就是对工会的人叫我公主，没错。
个只有公主了，没有雅恩。有几个公几个游戏叫公主，梦幻龙族叫公主，然后冲天跑也叫公主。其实艾尔之光的最老的那一只角色也叫公主，但我后来删掉了，因为我艾尔之光是小学四年级先玩了一次，然后那时候用了很羞耻的名字。啊，我还记得我有一个角色很酷，我有一个角色叫做雅恩一二三四五。我删掉了，我那只角色删掉了。即便我练到很高等，我最后还是删掉了。谢谢红烧阿牛 man 秀美。所以现在叫你公主的话，根本是完成了你的不行，我这样看着反的我好晕哦。还你原形，没错，解开束缚，大家还我原形。这个首先要先感谢一开始叫我那个叫我公主的隔壁邻国的公主糖糖，糖糖公主殿下。我可能哦，我可能国小的志愿就已经有，我要玩当当糖，但是当当糖我已经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了，网页游戏我都忘记了。我以前超会玩的是那个天书奇谭，但天书奇谭叫什么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能是因为网页游戏比较好改名吧，所以我就不是那么有印象。我跟你说，听说刚刚有人讲说很多其他成员都是撑三分钟就忍不住了，我现在已经撑了二十三分钟了，我好歹也是赢了人家二十分钟，我可以把它换成镜像吗？我认输了，好晕哦，因为跟脑子是反方向，太不舒服了，有一种晕眩感。我已经撑了二十分钟了，大家，就是哇，谢谢蔡恩的红包。目前运气最佳是游戏 Hero， 哎，获得了16钻石。第二名是明猫金鱼。这些人最好是啊，现在运气不错哦。我的奇怪的胜负欲，哇，我真的好晕哦。我反过来好了，我真的反过来。你们这样会不习惯吗？但我这样刘海会反边，会长得不一样。大家看到我的时候会长得不一样，有没有很奇怪？确定吗？明明其实整个人反边就会看起来蛮不一样的。没有面爸面妈没有叫过我公主，这听起来太公主病了吧。See you turn around， 아나타나마도해오노시가도도키마스요니红包被划掉了，因为左右脸本来就长得不同大小啊。我是不是之前已经唱过这首歌了？那我就不看歌词了，我就不唱了。谢谢一层的精灵翅膀。其实我觉得我的公司照没有长得到很奇怪，但是有点像笑到一半。我跟你说，就是不爱吃干面。我跟你说，就是所有的日系偶像公司照呢，都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通常要么大好，要么大坏这样子。然后多数的时候就是公式照，看完公式照认不得本人系列。然后我也觉得上一真的好看一点，
哦，我是让 life 忘记换，抱歉了，确实是没有那么想换。大坏，对，公司之后通常会修很大，通常不会跟成员确认。选照跟修照都不会，就是老实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没有到超丑，就没有到超级丑，可是那个嘴巴感觉像没有准备好，或者是说可能偷吃东西吃到一半被抓到那种感觉，知道吗？很肉，我东西还没吃完。应该说其实可以啦，你只要24小时都在公司里面，然后给公司的每个人压力，然后一直说你要挑照片，你要去指定照片，你要自己修照片的话就可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ゲリさん、ゲリさんの人、の人、ゲリさん。可能是 Yukiri 桑比较有权力。真的假的？居然勇哥比较爱这次的风格吗？气质气质派，看来勇哥爱的不是真实的我。什么东西好吃到拍照前还在偷吃？我就是严重怀疑我看起来像在偷吃东西。侧拍很正。我也觉得我是在憋笑。刚是不是有人问我为什么闭嘴笑？因为我憋嘴笑的，我嘴巴闭起来笑起来比较气质，或者是像是六单这种比较面无表情的笑。哎，六单公司照有笑，六单的宣传用公司照没有笑，然后反正就是如果不笑的话，通常会比较气质一点，或者是说抿嘴笑，就是比较大笑，因为我通常笑起来就很开心这样，可是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适合脚链的制服，所以我就是想说闭着嘴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嘴就是偏偏选了一张看起来就是没好像没有很好的准备啊！公司照发布前昨天才说闭嘴笑很智障，马上就来一个最智障的小尴尬，这是怎么回事啦？没有办法。Luma 的颜色很亮，而且因为 Luma 颜色有染头发，其实我还蛮想，就是我现在其实还蛮想要把头发染成一个颜色，因为我的布丁有点，就是其实直接用肉直接这样就是看拍照看都觉得还不错，而且我上一次漫节到前阵子的公演，其实饭拍看起来布丁都不是很严重。可是现场看的时候，因为其实有染完头发之后不能每天洗头，我尽量还是两天洗一次。然后如果对，因为其实布丁不算太明显，可是如果现场看第二天没有洗头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我还在想要不要染，还是其实你们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看。我很喜欢这个颜色，现在是整完全退掉的颜色，就是现在是已经不会再变色了，就是怎么洗都是这个颜色，也不需要补什么色素之类的。可是我就在想要不要处理布丁，因为接下来未来就是十月嘛，就是生日月嘛，想说有。至少有生日会，然后11月大概就是应该也会有一些商演，就修一下跟护发，那就保持啊，看你什么时候受不了，我就会变成时下最流行的那种爆顶，就是有一种叫做什么爆顶染哦，就是这边是黑色，下面是黑色，你们知道最近很流行这种，就是喜欢中间是那种超白超亮的颜色，然后上下是黑的。要拍照还是要处理一下吧，最近没有什么照片需要拍摄，最近没有啊，最近没有，
不知道，如果顺利的话，希望十一月是会有一些表演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得到，不一定所有东西都可以。完了，十一月，然后我要跟你们说，因为十月真的是，我十月应该是生不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就大家真的不用期待，我快要被自己操死了。哈哈，所以生日可能就。就是我现在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感觉大家生日都会弄什么很厉害的东西，我没有哦。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没有哦，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真的没有。啊，你们可以休息了。休息什么？你们要休息什么？说生日会不是说生日会，你们那边也可以说一样的话。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黑暗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当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分享同一个世界，身后错过痛过漫长情节都变甜美，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的值得你为我改变，只只只温柔召唤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第二段会唱得更好，但是我前几天不小心听到街头艺人唱这首歌，然后我发现哎，这首歌我会唱哎。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完成所有的画面，就算哭了三天唱过一遍，只剩喜悦，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的值得你为我改变，请你只是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公演妹妹的歌声又比较不会被背景吃掉了，真的吗？好像是言承旭演的，没错。每一条迂回的曲线，哦，告白游乐园啊！这男生怎么看起来都八加九？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的值得你为我改变，请你只是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一直想把你忘记，说说变得更好。哇啊！所以我说，为什么这男的还换一个女朋友？所以这两个礼物的男生是同一个吗？哎，渣男，太渣了吧！所以说也太渣了吧！没有吧？刚刚那个女生整个发型造型也不一样啊，确实也是有可能戴个假发什么的啦。
女生不一样，女生不一样，真的。你看光庭宝宝刚刚送我那个不一样，我在看 MV。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张赖福这次有跟上哎，他那个月亮应该是在用 Jenny 那个吧 ？Jenny 之前出了一首歌，前阵子很红那个，头发都是同一个是吗？那可能就是同一个吧，可能是同一个哦。这首歌是 S.H.E 的《爱上你》，哇，红叶兽。他让我想到了好几个日本动漫的角色。这个年代还认识 SHE 吧？而且 SHE 不是一直到现在都还很常合体吗？可以的吧？厘清故事线。第一天的芒果好奇怪，没有，就是播错歌而已啦。这次的歌声有比较明显吗？真的吗？有哪几首有听起来比较明显吗？猫咪吉卡利，我知道，就是冲去那个追枫叶，赏枫叶。音好像错了，猫咪吉。重音在哪里啊？卡里，猫咪子。咖喱啦，是浊音。猫咪子咖喱。卡里，我觉得卡里还好哎，台湾太贵了。猫咪子咖喱。要浊音。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宇哥，人家蛮赞的哦，蛮赞的。Innocence 吗？啊，但是因为 Innocence 我有独唱啊，以前没有独唱，以前是完全没有独唱，所以就没有。就没有什么声音吧，但是与钢琴家我真的尽力了，而且我还很担心我的嘴没有在那个麦克风上。谢谢超哥，超哥喜欢这次的公演吗？第一天的 Innocence 来不及快换，没错，你们居然抓到了是吗？抓包，有啊 ，Innocence 站位不一样哦。宇钢琴家啊，其实对那个高高，我是跳过芭蕾啦，但幼稚园大班，幼稚园大班，那种应该就不算有跳，就是还在拉筋纹臭臭那种阶段，嗯。那也是有跳过啊，半年。第一天绳索冲冲，我跟你们说，声创那个绳索真是冲得非常的紧急，就是前面不夸张，绳索前面不是要那种很紧张感吗？就是要拯救伙伴那种在冒险之中的感觉。嘿，不夸张，我们的脸都是真的，因为我们很怕冲不到点，所以我们的惊慌失措都是很认真的。对，基本上是每个月都有。P 组公演旁边坐了一个女粉丝，两手空空来看公演，感觉很无助。我有看到人家 report 说有被隔壁粉丝拯救，但是那是累积的粉丝，就是有一个累积的女粉，她发了一篇文，她说被隔壁的粉丝拯救，就是她就默默拿了一支粉红色，说你喜欢累积的话，可以举粉红色。大家没有应援棒的时候也可以跟我说，我可以从台上丢蓝色给你们举，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借应援棒哦，有需要吗？是啊，不可以，下次不可以不带。
能放一只 CD。 我的灯会自己变色，看来你的灯已经被某一个成员虏获了，他自己有那个欧西卡拉，他自己有想要换的颜色。没有哦，我附赠的应援棒只有蓝色，只有蓝白色，只有蓝白两色，其他没有办法，其他的我的应援棒没有办法换色，恕不提供。想被请饮料的话，下次要让那个、三创公演坐满就有机会。他锁在蓝色超久，你说你的应援棒吗？真的、我没有应援棒，老板借我。Sandy， 戴蓝白拖可以啊，你的蓝白拖会发亮吗？这是组长跟组员的差别，组隔后的差异。但是其实直到跳舞刚上台跳舞钢琴家之前，我都很哇酷哇酷，杀疯了杀疯了。而且我要吐槽一件，就我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第一天的女钢琴家都很沉默嘛，因为其实第一天的女钢琴家有点微妙，就是温布顿结束之后灯应该要暗掉，然后灯暗了之后，老实说应该是我们才要上台嘛，这样就不会被看到脸，就是会一个比较符合气氛这样。结果第一天的那个女钢琴家前面要按灯的地方很晚才按，所以那个 spotlight 打在我们身上放麦架的，然后大家就超沉默的，就是第一天的女钢琴家要上来的时候大家就很安静，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听到下面稀稀疏疏稀稀疏疏，好奇可以好奇你们在讲什么吗？就是第二天女钢琴家有在现场的，哇，沙巴沙巴沙巴，我是不知道沙巴沙巴鱼哦，沙巴鱼的扣我是没有听到啦，沙巴沙巴，在底下跟旁边说，哎呦死了又死了又死了，没有在讲话呢，真的吗？因为我听到有在讲话，但因为我在台上其实听不清楚你们讲什么，然后我想说哦，为什么换场，就是你们在说什么，好想听。不懂哎，现在可以来段吗？基本上 UNI 第四首歌俊哥应该还是撑得到的吧。那就期待一下俊哥有机会来看现场。像这样很俗语吗？不行不行不行，来了来了来了，我好兴奋哦，类似这样吗？是这种内容吗？我听到那个应该在说前面的温布顿，真的假的？所以其实原来是在赞叹前面的温布顿吗？害我白开心了一下。隔壁在看除了你还有谁，虽然我不记得除了我还有谁，除了我还有两位，我右边是钢琴老师张雨林，左边是这个钢琴初学者吴婉玲。赖不赖不，厂商拜托照我。我愿意周末出勤，快点找我加班。到永远那一天，靠记忆力的喊口声回想旁边是谁。但不得不说，因为我有这个非法，我的家属录了一段那个我的女钢琴家给我，然后有很大声的手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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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有听到吗？说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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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你们猜这个声音是、太短了吗？不行，我不能让你们听其他的声音啊！
其他是现场独家。星期六的吧，喊得都好兴奋。你家属这句会不会太闪？那是当然，我家属还有 OC 卡美拉给我，好开心。他的手就这样举了4分37秒，超厉害，手很稳。哦，你有种就出镜我们家属啊！以后他就不坐观众席，坐舞台上，怎么样？啊，我的扣都是喊说吧的样子，好像因为面面也不好发音。晚安呀，可以，可以。有人，我的课有喊面面的吗？是不是没有？是不是全部都是喊手把？平常是手把讲，没有，都是喊手把。然后我的朋友都说，我的朋友来的时候常问我说啊，他们在喊什么，怎么都听不懂，就是又不是喊你，然后就说，是喊我是喊我，是喊我啦，手把讲。有，这次有3个外国人的样子，而且你们知道吗？听说他们是，我们听完这个由来都觉得很厉害，就是他听说他们是在三创逛街，逛一逛就看到这里排很多人，然后很酷，就问说，哎，是可以买现场票的吗？然后我们就说可以可以啊，然后他们就进来了，现场路过哎，进来嗨3小时。是路人，完全的路人，而且我不知道，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听得懂中文的人，可能我感觉应该不行。到永远那一天，他们是纯路人，可以买他们是勇于询问可不可以买现场票才，我不知道是不是开先例耶。其实老实说，乌梅的话应该是不太会有现场票，但这一次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真的蛮意外，对方也主动问了这样。可以啊，网络是一路卖到最后，乌梅卖完就没啦。所以卖现场哦，对对对对，就是反正我们那天也没卖完。第一次听到可以买现场，之前是真的都不行。谢谢黑流星，怎么突然哎？为什么突然开始跑评啊？啊哦，我知道了，因为现在有那个。生日祝福是不是？这次 P 组的票房非常的惨烈，惨剧啊，惨绝人寰。那没关系，我还是跳得很开心。飘起来。对，第一天阶梯席很满，就没有平面。啊，对，你说卖完平面对不对？我觉得是，对，因为在星期日，星期日能来的人意外的好少，为什么？第二天看得超开心，但是很多人 report 给我说，第二天觉得第二天的整体感受比较完整，哦，不止一个人，就是意外的是蛮多人的。其实我没有感受到实体的差异，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第一场大家都还很紧张，第二天之后等于说其实第一天已经完美的彩排过了，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啊，时装周，对耶，时装周，对，我也有听到礼拜日是赶不回去的，就是赶不回家，因为要送回家，啊，我们太晚，可能我们到7、8点。但第二天少一个人，对，第二天少一个人，但因为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所以我们就也来不及补人。我这次有紧张吗？有，第二天很紧张，第二天爆炸紧张。但紧张的点不是因为跳舞，紧张的部分是因为 MC。其实唐吉迷路超久，去唐吉哪里可以迷路？在唐吉诃德里面吗？那你这样不适合去日本唐吉耶。我们玩的就是要没默契，那肯定是要没默契的呀，对吧？我们主打就是
个没默契，要玩的就是没默契，各位。不出门的理由会迷路。对 ，MC 上好多人。在人生中迷路了，别这样，你家已经有一个太阳在指引你迷路的方向啊，不对，不对，迷路的时候是要看什么？北斗七星。蔡雅恩这种生物的话，可能要去后台抓。谢谢。不行嘛，我就没有办法一边出题一边玩啊，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动物？应该说这样小小兵，小小兵算动物吗？啊！我应该要学海獭，海獭的手，海獭的手是什么？敲你的手机，敲你的贝壳，小熊猫，而且会动哦，小熊猫会动，就是它在威吓人的时候会轻轻的摇摆。土拨鼠，哈利鼠，越来越丑，敲不烂的手机。哦，水獭真的不知道哎，水獭要怎么演绎？水獭很小只。啊、哦，还会那个草泥马，草泥马在哭哦，哭哦，哭哦。然后什么？还有那个，另外一只叫什么？那个，卡皮巴拉。哎，卡皮巴拉的中文是什么？水豚，水豚哟。水豚好像有点难，水豚有点难，水豚好像没有办法。叠橘子，值得你为我改变。哎，我不停的这首歌重复 re， 因为我那天听完之后觉得很好听，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就一直重复，是时候要找一个可以播的播放清单。哦，可以播的播放清单有什么？流行舞曲的文艺复兴，失恋必听鸟哭歌单。为什么要推荐我这个呢？我看起来是那种忧愁 emo 少女吗？必哭鸟听歌单，新歌不重复 ，KKBOX。再来一个太阳，水豚就一直吃草啊，兔子，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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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鲨鱼吗？鲨鱼要怎么演绎？忧郁系美少女，我再赶不出功课，确实要 emo 了。emo 少女，哦 ，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 ，baby shark 嘟嘟嘟嘟 ，shark 嘟嘟嘟嘟嘟 ，baby shark。这个有吧？这个有鲨鱼。哎，有，我跟你说，我朋友给我了一个下一次 MC 的想法，我觉得很不错。下一次可以提议给四期生玩。如果，而且十一月的公演太快了吧？十一月的公演，十一月十号，不是十一月十一号、十二号，哎，太快了。公司请
来的特别来宾交流时是用日文，是用英文 ，English， English だけです。就是他都有用很简单的英文讲啊。基本上接下来应该都会有见送，好像是英国人，好像。好像而已哦，因为我们那天他前面讲英文讲得太快了，大家还没进入状况，他讲了很多国家，所以我们还在一阵混乱当中。健身的体感好快哦，对啊，我印象中他那天是说是英国人啦，但他那边就是跟我们说就是每周。就是整个大美洲有很多支持 48 Group 的粉丝，但因为太遥远了，所以对他们来说看现场就很困难，所以他就是想要带着这个回忆跟心得去告诉他们这样。双十一买了什么？哎，我还在等双十一要买 Make Up Forever 蜜粉饼。我今年心心念念就只有这个而已。第一天健身超快，可是我第二，真的吗？体感比较快，有被推吗？一跟谁过之类的啊？我们一不就是会在现场过吗？去吸金取回去，取吸金，到吸到，那你们是那个哥伦布开拓了一个新大陆。今年是不是真的没买？哎，对，今年没有买香水，我连曼蒂的一整套香水我都忍住了。我预购的那一天其实是有空，并且设了我的闹钟，但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买下去我就不用吃饭了。健身不能改急躁，就是健身是不能急躁，因为是参照本家，本家是只有健身，急躁的话要生日会。这是天使为我难度战，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身旁，有你的这是天使，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不爱吃干面你快点来现场就知道什么是健瘦了，你看你现在这么努力，每场直播都追，再不来现场还得了啊！11月，心痒难耐就要先抢票，知道吗？本部哦，真的，本部以前是机长，那为什么改了？我不知道，最一开始是机长啊，握手会的那一次事件吗？哎呀，你是说周六有好几个那个？拿着手机的违规仔吗？健身太直了，某光庭爸爸走过去一直说：“光庭爸爸，光庭爸爸，光庭。”超好笑，超可爱。你们有听到什么？在他附近的那个。光庭走过去的时候超好笑。我知道2014的时候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周日的毕业成员有比较乖吗？没有。违规仔，违规仔，都是未来要出镜直接坐在舞台上的违规仔。对啊，会被成员抓手手哦。没错，周日大家是去当 Uber Eats 的，我们后台吃超饱，胀到不行，车轮饼加甜甜圈，我都快吐出来。但是真的很好吃，谢谢，谢谢前辈们的那个伊丽莎西，是吗？家属二姐，猜什么的？不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喊的。啊，莎西，你反了。反了，傻西哩，傻西哩，反了，反了。没错，他们现在是同辈，可不，他们之前是同辈，
但现在毕业了，现在毕业了，就是出去当自由的小鸟，自由小鸟里的前辈。我们现在是囚鸟，没有了。但是他们确实是在现在在外面这个外面打滚，现在算是社会人士中的前辈了。社会前辈，社会前辈。我们还没有要需要参与那个社会化的部分。老实说，其实我们这样子严格来说算工作嘛，可是其实也不算出社会，因为我们真的都被保护得很好。我要跟你们分享，我不是之前一直跟你们说过，我们家的隔音其实不算太好嘛，只是从来没有被，就我从来没有被讲过话而已。然后前几天早上，因为有一个比较早的工作，然后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听到隔壁在唱《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然后我就一边化妆，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哇，超大声！超大声！没有没有，我们这边住的都是有一点点年纪的邻居，所以隔壁应该是北北，听那个歌声应该是北北。我就哇哦，这么早唱歌，而且他还有播音乐，就是他有播，还有播伴奏。北北想要跟我 PK 哦。他想说晚上都你在唱，怎么可以只有你在唱？北北困境吧，一早就 emo。 嗯，这个好红哦，像番茄一样。哪天北北开直播，说不定会听到我的声音。然后这是橘色，我之前黑发的时候有一阵子很喜欢擦橘色，但现在好像没那么适合橘色。白天换我唱啊！真的，我觉得他就是早上是他的 time， 晚上是我的 time， 我们刚刚好。然后在隔壁的邻居直接暴怒，真的，使劲摇，不要怨气。我跟你说，李涵涵超会跳，超会唱使劲摇的。麻烦你把它想成李涵涵。李涵涵是进 KTV 一定要点使劲摇的人。不知道他平常他会不会暴露这个很特别的兴趣跟你们分享。我们成员约去唱 KTV 的时候，李彩杰都会点使劲摇唱给我们听。那个什么黑桃妹妹，那首歌叫什么？黑桃妹妹快一起摇，红桃姐姐快一起摇，那首摇到天荒和地老。那首他很会，但他是不会唱给你们听的。我有幸有在现场目睹过了。他可以换什么？不要同首一直重播，他在播什么？他都播什么？跟他一起唱摇滚乐啊！反正你都还没睡，你就一起嗨嘛！晚上就是要越夜越嗨，越夜越美丽。摇到天荒和地也老，做一个乌猴啊！错过了，舰长福加小狐狸换小黑，换小黑，小黑是谁啊？小黑那个吗？蝙蝠吗？啊！每个字你没有留给自己买小黑的机会是吗？你有买吗？你有买小黑吗？我现在在存钱。如果你有想要小黑，我可以还你一个小黑哦。可以的，我现在是就是被大家造福了，拥有那个香蕉皮跟小黑的人。还是我不要唱摇滚乐啊啊！你有那就好，可以买试吃，可以买试。我是说我还在存，所以我可以买回来送。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我还在存，我还在存，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还在存。如果我存到5000，我就可以还他。啊，抓小黑蝙蝠。哦，Johnny's West 改名了 ，Group 的名字变成 West。好哦，每次直播都听到你说要存钱，然而在不直播的这几天，我其实也是有花钱啦。我跟你们分享，我成功的前几天成功的定制了我朋友的生日礼物了，期待一下成品。谢谢吉米州的小米 level 3，希望在跟他正式见面前，就是可以拿到那个礼物，这样就不会被俩包。我其实很晚才开始做手工的公车，那是当然的呀。你们在松烟有这么多那个据点，我肯定也是要给手工来点分离体的吧？有石头，石头到了，内裤也可以，手工内裤。是手工内裤还是手工内裤啊？不期待成品啊，可是成品有时候打折也不错啊。哎，对了，跟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有人想要买，哎，我讲过了对不对？就是那个 Bookwalker 可以直接买电子书。基本上手工的内裤能穿吗？那洗几次应该就解体了吧。手工的东西实在是，如果没有好的技术，应该不太耐洗。松烟菜好像密度真的是过高哎，是不是走到哪？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你们租的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我有分享给身边的人看，然后跟工作人员讲说去上班的时候可以帮我拍照，然后就有人回我说，那个我都不知道那边可以租哎，然后我就说快去拍照，好酷啊！对，利布利艾伦的书。为什么狂笑？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居然吗？这首想到不好的过去，这首歌叫什么？那边很多人会看到，超棒！但是，最近有没有市集？这个假日有吗？今天去拍有路人在讨论，真的假的？松烟平常是很多人去的地方吗？很多人，一走整条走过去都是蔡恩，好尴尬、哦，还在现场中就有朋友路过借给我，你还在现场？不知道的人可能以为我要开什么演唱会，大家。Hello， 大家，我接下来要准备开那个演唱会了，10月28号。松烟被我占据啦！朋友跟我说，前几天很多人很热闹，前一天才去松烟，结果隔天才出现。我也是前几天才去松烟，隔天才出现的人。我前天才去公演，为了上班。不行，我一个人还撑不起 solo concert。蔡雅恩大姐，上班的时候我要强迫，好，我决定了，我要强迫朋友去踩点。那是因为，就是我这个礼拜都很忙，我踩点会比较晚。可恶啊，我这样会不会来不及？我是不是还是我可以先用我朋友去踩点的照片发出来？我的朋友已经先去踩点了，还是我可以把他照片发出来，把他的脸 P 成我的？请听 P 张特别来宾，看版画质意外很好，只有一个礼拜，这不是当然的吗？你当我们身为的钱非常好赚是吗？不会啊，我朋友也蛮正的，T
听说他姓吴啦。我朋友应该是蛮正的啦。今天硬着头皮去了，不然没空去。哦 ，P 站，对，老吴，老吴，老吴先帮我踩了个点。我要去跟老吴要一下授权才行。跟大家分享一半的老吴跟我。庆祝不了哎、欸，感谢大家先提前帮我庆祝了。我今天生日不知道有没有好好时间，就是我觉得要提前准备这些东西都很花时间，我大概是没有办法，踩不到点哭啊！提跟我要捐款账户，我就说啊，大家要刺个刺青在身上，以后就是这样子啊 ，QR code。QR code 在这里，各位。今年有好多酷东西。今年真的，你们今年花样好多、哦。去年那个才想到 TP 怎么每年十月都在跑高雄，我去年十月就跑了不下，有啦，两次而已啦，两次吧。QR code 题。QR code 不能变胖哎、欸，对啊，稍微有一点浓鲜和度不一样，就完全没有办法，无法扫描。你们可以做那个 QR code 贴纸，然后贴在身上。没错没错，纹身贴纸比较划算。我没有，我之前就跟毕业的成员讲说，未来大家那个以后毕业后如果要开直播，那个后面的背板就是可以设计的很漂亮，然后会有一个很大的 QR code， 就是。一个很大的直播室的背景啊，说错，以上纯粹是开玩笑，大家不要当真。以上纯粹是开玩笑，就是纯粹是我们成员之间聊天的小屁话。对，去年还有公车，去年台北有好几台公车，然后是三个号码吧。有三个号码的公车，然后我追了三台，然后在是三台吗？没错，但酱油门哦，六台啊，不是，是三个号码六台是吗？三个号码六台，三个号码吧，三个号码对吧？是三个号码吧？不是六个号码吗？我说的是，对了，三个路线。我说的号码不是车牌，我说的是公车号码。212、232、2，还有一台，那就好，那就好，好，六台公车，三个路线。还好，去年没有白追。212，不是232，哈哈，266，拜拜。大家不要逼迫我，我的脑子现在不适合记数字了。谢谢大家，我很开心，我去年的六台公车，我每一台都有好好的追到，我每一台都有合照哦，每一台都有跟他们拍到照还有录影，我的朋友也特别从高雄杀上来跟我的公车合照了，
我的朋友很有心，他们比我还有心。谢谢瓦莎比红茶璀璨之星。对，我现在脑容量有限。公车很车特别下去的总站。我因为我第一次，毕竟之前没有追星追的这么勤，就是我从来没有追过公车，是人生第一次自己追公车追的这么的努力。追了9个小时的公车哦，为了一台，有够笨。这两个人真的有够笨。没错，我第一次这么认真追公车，其他成员的好像也没有费尽苦心去追过，追法不对啊，有够笨。瓦莎比红茶是很幸运，好不好？你之前说你上班走出来就可以看到公车，我真的是羡慕嫉妒恨。我跑太快了。说吧，你旅游，主动说吧，你旅游，呢？有，是吗？偷改耶。一路哟，你说个签吗？这都说吧，你一路哟，一直我感觉不好意思，少说有改3个月了，3到4个月以上啊，那就不要重做啦，不要重做，真的吗？9月初改掉的。把那加回去，怎么样啊？要不要我再把那改回去啊？就是不好意思嘛，9月就不小心9月初改了是吧？我现在在删，道明就叫一路游，对不起。我磕头，说把你一路哟。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认真的学了日文之后才知道，说把你一路哟呢，有点像是应该是问你们说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吧。但我想表达的意思不是你们会陪在我身边吧，是想要说就是我会一直在你们身边哟，所以应该是只都说把你一路。所以不该是指的什么你的哟，所以呢，指的什么你的哟，不是呢，所以我就前阵我一直以为我很早就改了耶，我就是我猜，除了我对人总是会变的，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其实是因为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签名底下多了很多的 mail。那你们知道那些 mail 是有占字数的。我之所以删掉了这么多东西，就是因为原本的塞不下那个字数，所以可能那也是在这个牺牲之下。也是在这个牺牲之下才这样的呢，娘只都是把你的娘，对不起呢，送来一路哟，一路哟，娘，本当にすいません。来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树破西瓜，叫你简单的问题。呢，青春弟弟。一五真的很厉害，跟他说的时候才知道他有发现，你要哭了呢。ごめんね。就可爱可爱，ごめんね。生まれてきちゃってごめんね。就可爱可爱，ごめんね。ごめんごめんね。すいません。ごめんね。I'm so sorry。下次不要再放直多说吧，你一路。你很抱歉呢。可恶，我一直以为我很早就改了，真的很抱歉呢。好尴尬呢，因为你值得呢。你们早说，我就不改了呢。我们早点说，我就不改了呢。我看到了很多在跟我的分离体拍照的大家，这个这几天出现了很多把我的与钢琴家就是夸得天花乱坠的大家，谢谢大家。看完大家夸得天花乱坠，不得不说与钢琴家的那个，你们知道与钢琴家有一个尾巴屁屁吗？就是那个裙摆有一个很大的尾屁屁，我们叫那个叫做没有，我之前 cosplay 的时候有穿过那种衣服，我们那都叫那一块叫做屁布，就是屁屁的布。然后那块，然后就是再怎么说呢，与钢琴家还是被称赞成这样的话，还是会有点屁布翘高高。哈，谢谢大家呢，谢谢大家呢。但是哦，屁脸，对了对了，屁脸啦，屁脸屁脸，是叫屁脸，是叫屁脸。好像不跟脸我们都会讲吧，详细要问我的朋友们，我的友人 AB 们。屁股太熟了吧，太好看就好了。而且我超级喜欢裙子有那一片裙摆，因为甩起来会很好看。但我其实没有刻意去甩，是因为我跳舞的时候就是全身上下都会动得很大力，它就会甩得很大片。谢谢大家。可恶，我要看，我等金哥来了。不知道，我不知道十一月这样也只有两场。不是，我不知道有不是两场，那我只有两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让俊哥看到。快点，周六出勤一下，周六出勤一下啊！趁我周六还会出席的时候，生日抽选编，他终于来啦！明天有直播对不对？明天有生日会直播。十一月是11月11日跟11月12日，在舞美，这次是在华山了，华山文创的舞美。我要抽完，我应该没有办法去抽，应该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不会去抽。哦，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你说确定场地是吗？应该是吧，应该确定场地了吧？我不知道。应该是确定了吧？不知道，我们好像也没有被确定。还没消息，还没公布。说不定有惊喜，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以为在三处，我以为在华山啦，其实是北流啦。其实下一次11月11日是北流啦，不信你们就，是这边。噔噔，其实呢，就是下一场是北流，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可以坐满的话，真的是要请什么都可以耶。公演
向北流坐满的话，要不要请星巴克啊？一场三场，一场五美。北流大家都会是前排哦。北流超近，北流大家都大前排。北流坐满的话，星巴克我帮你出，我们会破产。我是说爸你，我们都会破产。公园北流坐满，我就把票吃了。你只吃一张票算什么？有人想看吗？请吃了所有人的票，北流所有人的票。哎，不然你吃椅子也可以。一人送一罐酱油。前任组长接下来是中乐透嘛，我也是希望啦，希望就是这个利期利出来之后，我是有机会可以中个乐透之类的。我要平科的酱油。好啊，北流坐满把二楼椅子吃了。喂，我有说我要让你啃我的椅子吗？今年十一月北流公园坐满，我就把包北流连办七天版的。好棒哦！中了头应该直接收购好言，我也觉得自己做。收了好言之后自己做，啊，吓我一跳。噔噔噔噔噔噔。哦，对不起，我刚惊声尖叫是因为我差点按到人家的那个直播 ，IG 直播。哦，松烟上周有很。上周有很多展耶，你们看我当初为了帮原子族的猫咪他们家圆滚滚买那个生日礼物，所以我就追踪了这家店，然后这是我目前看到超可爱的一家卖猫咪饰品的店，然后他说他上周有去松烟。我现在没有猫咪需要我买衣服的爱。超级可爱，他们家超可爱。不是，我刚刚是讲圆滚滚吗？我刚刚讲圆圈圈吗？啊，我刚刚讲圆滚滚吗？那个圆滚滚也不算别人家的粉丝吧？至少有一点血统是我的。我跟你说，这个爆料圆滚滚，其实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原子族讲过了，我经常对着圆圈圈喊圆滚滚。是经常性哦，是经常性。所以，如果哪一天我对着你喊圆圈圈，希望你也不要怪我。哦，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原子族讲过了。我经常想要对他们家的那只猫叫圆滚滚。抱歉，抱歉。先持续一下这样子哦。不会啦，圈圈应该从我给他买了那个长颈鹿法式之后，他应该就不太喜欢我。哎，圆滚滚的粉籍至少有一半以上在我这吧，我可不容许大家说他是别人的粉丝啊。刚刚是谁要求证明我这个占有欲还是很强的？谢谢纽特比卡比。谢谢。怎么今天大家一直在送那个什么，就是很有海洋风，该不会是要把我一圆那个夏天没有去海滩的梦吧？西安要求你证明海洋之行啊，那是生日礼物啊。那我很会选指甲哎，生日礼物刚刚好符合海洋风的指甲。这次做指甲没有什么道理，纯粹是因为我觉得喜欢蓝色。生日限定，谢谢贝勒爷的黑色金鱼。原来是说我家的猫会后空翻，我家的猫会圆滚滚。
圈圈应该更不喜欢被妈咪亲哦。不会啊，圈圈还是蛮黏他妈的吧。就是圈圈是一只看起来小傲娇的猫，但其实感觉他跟妈妈感情还是蛮好的。公演前想了一下，发现对不上哪首有你，谁跟谁？你说指甲啊、哦？指甲，严格来说的话，他会对到温布顿吧？蓝色号的温布顿，二号温布顿，二号三号，我不知道，衣服好像乱换了。其实这次的指甲很纯粹，只是速战速决，因为就是指甲基本上只要有做过之后就变很软。然后，但我跟你们说也很困扰，就是指甲，有些老的老师会在意学生做指甲这件事情，所以看得出来他们有在在意。因为看我写考卷的时候，老师会一脸就是你知道，就是他看起来百感交集这样，然后我就默默的把我的手抓紧，这样写考卷。我最后都是这样写考卷的。会在意老指甲长度哦。啊，看到，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浮夸色的头发。我不知道他在不在意了，他是没有开口说话，但是我就是很努力的把我的爪爪收起来，一边考试一边把我的手收起来，慢慢的抓起来。哦，那也是有可能哦，老花看不见、啊。我在三重做的，欢迎大家可以去找三重的魔法美甲师。那也是有可能，那题答错了。谢谢阿轩的告白气球，欢迎大家去找三重魔法师。啊，我朋友在那里做的，真的吗？你说三重的魔法师吗？去踩点啦，欢迎大家去踩点，你们可以去做黑指甲。男生不是就是有的中二的会做那种全黑吗？可爱的女生男生说有吗？没有限定啊，但我不得不说，做过一次指甲之后有点不归路，因为它会比较薄。你的指甲会变得比较薄，吴奇慧没有做黑指甲、啊。男生做指甲很中二，不会，倒也不会，只是因为很多唱那种重金属乐团或地下乐团的男生会做指甲。啊，我刚刚想到的例子是这个，长出来的不会变薄，但就是原本的指甲会因为要磨薄一点点，所以要剪掉的那一块指甲会变得比较薄。他还绑脏辫，帅爆了，好酷哦！想说阿叶那么帅，阿叶去坐下。猫眼石算黑的吧？算猫眼，不算黑的。猫眼的光泽很漂亮，基本上是什么颜色都好看，做黑色的猫眼石跟黑色指甲那个感觉上还是不一样吧，就是黑色手指会觉得哦，感觉帅气中二这样子，可能会 emo， 但是黑色猫眼会是走气质风格的，不会觉得它很中二。黑指甲很中二，王子狗狗要不要试试？在香港做指甲，不知道跟台湾比，应该台湾比较便宜哦，台湾做指甲比较兴盛。是天使，而且其实就是我在握手会之前，第一次握手会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就是原来会喜欢做指甲的女生占比这么多，因为我觉得做指甲很不舒服，然后现在有点习惯了，我觉得就之前很不习惯，然后我就一开始握手会第一次还为了握手会擦指甲油。然后就会开始发现，根本没有粉丝会发现。现在可以抓痒了，现在，但我觉得是做的人不一样，多数的美甲师会包的比较紧，那姐姐的话是没有帮我包那么紧，就是里面还是有，就是它包在外层，
它没有整个包到里面，这样子会脱落的比较快。但是因为这样就可以抓，这样就可以抓指甲，不是抓指甲，这样可以抓痒。可是如果一般你出去外面做的话，它会帮你包到里面，包到内层，就是一样不能抓痒，所以就是对。也不算，我没有特别要求，但我很满意，我很满意呀、啊。哎呦，好像有些拍古装的男生会做光疗，为什么要让手看起来亮亮的吗？手很纤细，包到内层为什么就不能抓痒？事情是这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指甲上再包了一层透明胶。你可以把它想成胶水，就是膜，一层膜，你的指甲尖端有一层膜，所以抓手的时候是没有摩擦力的，就是很像一层手机玻璃贴片在划你的手，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就是它是没有那个摩擦力，所以抓不了痒。变很滑，就是它没有摩擦力就对了啦。对，那我没办法做指甲，因为我皮在痒，我也很皮在痒哎、欸。所以对于不能挖，就不是不能挖，不能挖痒，不能抓痒。而且我跟你说，挖耳朵也会受限制。就是如果你的手，就有很多漂亮的女生会做那种，就是有贴，像我上次一样上面贴很多东西的话。不得不说，有一些世俗会需要的一些技能，例如说，对于你身上的就是挖耳朵，或者是有人会比较不计形象的部分，手指会很困扰。会，我自己会刮到，会勾到衣服，但是，很多人不会，所以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会做一点点简单的假使，就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假使。然后我上一次做很浮夸的，就我握手会前做的那一次是真的很浮夸。然后我手上的指甲的月亮是有一个吊坠的，结果我才回家在挖钥匙，然后我回到家打开门的时候，吊坠就掉了一个。然后第二天呢，我只是吸完地板，就是用那个叫什么吸尘器吸完地板。把衣服挂一挂，我指甲第二个吊坠就不见了。然后我想说，到底怎么有办法？然后后来呢，我们的那个魔法师姐姐呢，有做其他客人，那个客人就完整的保留了那个指甲一个月以上。所以我这次就要求我的魔法师姐姐不要在我的手上贴任何东西。我说我就是凡人，我就是一个我是灰姑娘。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普通的灰姑娘，我要做事的，而且我很粗鲁，我真的很粗鲁。然后，对，他最后就只贴了一个蝴蝶结，而且最后是他跟我讲说，大拇指看起来很空，可以让我贴个东西吗？然后他就是那个眼睛泪眼汪汪，睁大狗狗双眼，然后问我说，我可以贴东西吗？我就说。好，你贴，我看出来魔法师快忍不住了，魔法师忍不住啦，可以，你贴，快去，王子狗狗快去找他做，他现在做超便宜的哦，就是单次做指甲的话是500，卸甲的话另外算。单次做指甲，而且你可以，如果你有很有想象力，或者是很想要很可爱的话，可以跟他要求一些比较华丽的款式。所以说，达人的坚持，500是真的很便宜。不得不说，我觉得女生做指甲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兴趣，所以我真的不喜欢做指甲。可以帮我画黑暗大法师吗？可以啊，可以做5个小时以上吗？怎么会有灰姑娘不太想被施魔法的吗？不是嘛？我就是一直会把那个南瓜马车弄掉，我就没有办法。我一直把南瓜马车破坏掉了。我上一次握手会做的那个，在外面的话，其实大概应该是2500以上。2500以上，
一个指甲，一个魔法阵。离开台北，住台北市好贵哦。说好的雅安公主呢？我现在不是，我现在不是，我只能自己把我自己捧着。公主不太想坐马车，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坐机车。但我跟你们说，就是很多人说通勤还是要学一下坐，就是学一下骑机车，但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害怕，所以我是不会害到大家的，真的。好好笑，有人以为那个小黑蝙蝠可以布满整个岛，就不知道只能放一个。好懒得考试哦，乖乖坐机车就好。马车变回南瓜的时候，人会被，听起来很恐怖，顶多掉出车外就好了吧。我们也很害怕，那开车吧。开车，开车，首先你还要有钱可以租停车位，有钱缴燃料税，有钱可以每年雇车，然后有钱可以被拖掉。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很棒呢？应该要开放无上限，客长威能。什么无上限？哦，你说那个吗？小黑蝙蝠吗？好奢侈的烦恼。开车不错的话，可以诱拐老板的女粉丝，确实哦，确实，不得不说，就是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靠开车这项技术吸引到不少女生，毕竟有车确实是很方便。现在哦，我知道很多人有 iRent 对不对？不是有 iRent， 是现在可以租 iRent， 不是很多人有 iRent。在讲什么？前提是未婚。你要结婚的话，我如果结婚这样不小心吓到女生，那我只能跟你说，渣男。可以坐后座，但请不要让其他人坐副驾，好吗？开溜溜车，我也会。养车是真的很麻烦。修哲是不是没有在前，是不是没有在听前三十秒的内容？修哲。前三十秒的内容就是我不会去学开车的。前三十秒的内容，前三十秒，真的三十秒。停车会超贵的，而且基本上你如果在外面要租一个停车场的话，除非你有抽到政府立案的停车场，然后你家又要刚好住在附近，不然就会很累。就是因为有些人的停车场会在，就是那种不知道国家的是不是有免费可以申请啊？我不知道，我是听我姐姐分享，但她是机车可以跟国家申请，然后有抽到的话就可以。台北没有东西便宜，有比较便宜啦，就是租那种月租的停车场，还是年。就是基本上呢，我觉得车子就真的很麻烦。台北考驾照有没有比较贵我不知道，但是是比日本便宜很多，绝对是比日本便宜很多的吧。真的，台北都找不到停车位。故事的谜底落下。哦，我刚刚要讲的是，我前阵子我不知道，我最近一直在 murmur 同样一件事情。我有跟你们讲过台北人吃饭很可怜的故事吗？就是台北人对于美食的定义很可怜这件事情。前阵子假日的时候，深深的体会到台北人好可怜。身为基隆人，
不得不说，我是蛮心疼这些天龙人的，都没吃过美食。来赞啊！来赞啊！不服来赞！趾高气扬。台北真的好，就说台北排队吃到的东西都很失望，要开战了，开战了！我基隆人扛着大炮，身为离台北最近的那个偏乡，我扛着大炮攻击你们。台北东西真的是贵到不行，店租太贵。台北只有我家巷口可以打，还把住址拿来，多好吃多好吃！我都住在很难吃的地方。听说桃园也是荒漠，至少我去桃园找朋友的时候，朋友都跟我讲说，这里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最北南部，没错，最北南部基隆。身为新竹人，不同意你的说法。新竹跟刚刚的话题有关系吗？啊，新竹也是沙漠是不是？啊，我懂，我懂了。我刚刚说桃园是沙漠之后，他身为新竹人之后，想要不服来战是不是？新竹是纯粹的沙漠。风沙，新竹有麦当劳哎，新竹直接被比赛除名啊！没有没有，新竹不算在内。新竹，嗯，有难过，是没有比赛资格，新竹失去战斗能力，宣布基隆获胜。沙是调味料。桃园只有我学校楼下的拉面是一场绿洲。真的假的？有拉面哦？是台式拉面吗？新竹也很贵，新竹掰。那个新竹美食排名还必须要是食物哦。请问有什么非食物的东西可以参与吗？新竹连学餐都没料，在学校只能吃小七。其实学校的小七还是蛮好吃的。别困住你，如果可以哦，在高雄的话就是大大五花大五花咯。听说现在要改口号了，是不是？有人刚问今天直播应该会到几点？11:30是极限，11:30是极限，要放我去睡觉。而且大家有没有考虑要再帮我复习一下口多哇扎这个部分？我的口多花渣，大家是不是可以帮我再复习一下？之前是不是之前那张纸我丢掉了？但我还记得意思，但我已经不会念了。我就是这么的勤奋向上。我是说11:30了。口多花渣木里。还是我们下一次再进行？哦，不行，下一次是生日直播，下一次是生日直播，下一次不宜做这种知识性的互动。木里木里木里，对，之前不止两三次啦，至少4次吧。有，那个猫咪的手也想借，然后给鬼金棒吗？忘记了。那句是什么？然后还有那个明天的风，明日の風は明日は明日の風を吹く，忘记了。然后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还有一个是对牛弹啊！石の上にも三年。扣榜是吗？你扣你扣榜，给猫金币。哎，忘记给猫金币是什么了？是说日本主管说我日文不错，我也是啊，不可
意思，阿里嘎多。要说什么？要说そんなことないよ。对对对，如虎添翼。哦哦，后面这个是什么？木を見て森を見ず，完全不知道。木を哦，木を木を見て，完全这个完全不记得了。再把它拍下来。猫の手も借りたい。猫にこ小判。石の上にも三年。然后哦，大木这个我有看过吗？オオメニミル。明月的记录看起来只有两场哎，一麦几？对啊，他那个鬼金棒的就没有。鬼金棒是不是一个拉面啊？怎么感觉好像查过？是在中山吗？是不是？一麦几？一麦几什么？鬼にかかなぼ哦，鬼にかなぼ，鬼にかなぼ哦，这个太难了啦！我是说汉字要记那个音，哦妮妮卡纳波是很辣吗？鬼金棒，对，我跟你说，我就是没有吃到鬼金棒，所以我记得我之前有查过，就是跟朋友去逛中山的那个，那天是逛什么？中山的那个吧，那个市集的时候，然后想说要去找东西吃，哦，老板忘了。哎呀，顾客，确实有的还是会想要挑服务品质什么的。有名的辣拉面是，还有担面啊，只有辣的是吗？啊，没有微辣，微辣可以吗？老板贼凶哦，我知道他们好像不能打电话，对不对？他们只能现场排座哎。鬼冰棒，香港的不用排，随便进。台北好像不行哎，我记得那一次看到就是他说只有现场排队，然后因为我没办法确认，打电话确认就状况，我就没有去了。意见接受，态度早教，很棒，很有个性。强迫成为辣面辣妹，我是辣面。好吧，那太辣的我可能也不太行，我好像不怎么吃辣拉面，因为辣的拉面会很油。哦，妮妮卡纳波，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后面明月讲的那个应该是后面最后一次了，对不对？木を見て森を見ず，木を見て森を見ず是什么意思？池袋的鬼金棒到关店都来的，我哎对耶，我去日本，我去日本有吃到拉面吗？圣王比较适合我，东京有推荐的拉面店吗？嘿，身为一个半个日本人，这里有这么多混血日本的，都推荐一下，东京的拉面，见木不见林，神荣见首不见尾，应该也不是，见木不见林。木を見て森を見ず，我去查一下，只看得到部分啊！盲人摸象吗？木を見て森を見ず，木を見て森を見ず，算是盲人摸象吗？就是只看得到事情的片面，井底之蛙。也不是井底之蛙，井底之蛙有太多延伸的意思。推六梨社啊，哎呦，这上次没有吃到嘛？我去日本好像没有吃到拉，香港没有吃到拉面，为什么呀？其他人都看不见哦，所以说是曲解。我去看，那真的是这样用吗？真的是这样用吗？只听得到老板的声音，听不见其他人的声音。谢谢你们，那你们很会造句哎。所以其实是茫茫人海中，我只看见你的意思吗？木を見て森を見ず。我可以偷偷问一下天宇，算是自学日文吗？还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被醍醐灌顶。谢谢，那谢谢你们如此这么一致的滥用这个谚语，这个口袋花渣是不是被你们用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啊？看动漫屁啦！我也看动漫啦，怎么就学成了一个？怎么就学成了一坨烂泥？他只是想趁机游一下，而不用趁机游，还一直逗你。哦，虽然说游应该是不会比好好游，是真的。但是没有好好游，这种滥用是合理的吗？可以啊，可以让我之后就是考试考错。怎么会有这种很好的错觉？因为上一次有一个口头话招也是啊。跟大家科普一下简单的口头话章呢，就是谚语的意思，然后就是日文的谚语，然后日文谚语其实就有点像是台湾的四字成语，可是比起成语，我觉得谚语有一些更没有意义，就是口头话章里面有很多就是字面上，但是实际上就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使用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很困扰。真的吗？他在哪里踩点？在他那个多粉哦，我刚看他多粉发文，还是他发了 IG？ 哎，他发了 IG 哎，收集彩恩，而且还是那个哦，他还知道有三个哦，这只有其中一个而已哦，他好厉害哦，他比我早去。他居然先去了，谢谢吴同学，而且我还没有拜托他去哦，所以他真的是对我有满满的爱。谢谢吴奇慧，彩拉黑哟，爱死的路哟，好きだよ。我要当 Lesto， 我要在关门的时候，我要偷偷去把那个拆下来。主角总是要最后一个出场，没错，我是最后登场的。我负责压线的，抱歉了，今天只能当了那个压线仔。笑着就哭了。我老实说，我没有不想收，但我很认真的在想。我收回来了，他也不会被我拿出来。我实在不知道他可以在哪里，怎么办、啊？他就算下架之后，就算到了我手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欸。我看出来了耶，我有看到吴奇慧跟那个东西的等比例图，300公分 ，really 困扰，超困扰哎、欸。而且应该很重吧，我记得生日会的帆布就已经很重了，你们那个300公分的话应该很重。后面挡衣柜那东西应该没有三个，这应该没有300公分哦，这个应该没有300公分吧，300公分有将近两个我，这个东西看起来没有，好像没有300公分，我可以贴在公司落地窗吗？好呀，可以哦。我贴在我家外墙哦，我家外墙不知道有没有租给别人当广告哎。3公尺很大，我差不多150哦，45路，没有45路是200。卷起来应该可以带，就是对啊，就是重点是不知道把它贴在哪，卷起来就没有意义啦。哎、欸，吴奇慧的2/3没有标注我，标注我，我没有，都给我漂亮了，耶、yeah ！吴奇慧是不是太狼狈了一点？松烟的风就是如此的大。那你们挑了一张我很可爱的照片哎、欸，虽然我那张眼睛没有闭起来，它镜像吧，风太大。对啊，哦，
沙热脸贴近，多少城市为了他，只因为他淋湿了自己。就不喜欢有合音的歌，因为我就会被抓走。没办法，那时候没有几张能选。他们是现在公司的规定是什么啊？现在有鱼缸琴家可以挑的哟。没有啊，鱼缸琴家如果不是官方出的话，可以吗？难怪我不唱条码，不会，我条码的那个很努力了，我的条码的合音很努力了。大家应该有听到我的那个都很大声吧？我条码唱合音的时候都很大声，但是因为为了不抓走主 key， 我发现主 key 没那么稳的时候，我就会收敛我自己。喜欢你，你傻是。哎，刚刚的 Kyo Mite Morio Mitsu 下面一个是什么？大木博士，大木尼米鲁。这话题，你傻傻的脸的天际，多少城市为了他，是因为他迷失了自己。哦，没你迷路，宽容，不加追究，请讲故事给我听。我发的也可以哦，但画质 QQ。那我要。还是我发成云端，要吗？但画质肯定也不会是公司那么好，因为我自己修图是用美图秀秀。啊，你们明年会用吗？但我修很大哎、欸，就是大家在捷运啊，或者是什么，这次的这个松烟广告上看到，说哦，这个好正的，好正的，然后打开 IG， 他为什么这样笑？怎么学啊？那怎么笑？我不会哎、欸，怎么笑的？怎么笑出来的？我不会笑。所以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笑出那一张的。我本来是想笑，只是脸被推了，也有可能。有点憋笑感。抿嘴，对啊，为什么皱眉头啊？喜悦要再收一点。放弃了，我放弃了，那不是我，那张嘴我真的做不出来，怎么做到的？太难了，无法挑战自己的公式照。哦，对，我
唇有十元里美的感觉吧？但嘴没有啊，其实十元里美嘴唇蛮厚的耶，我嘴唇超薄的，就是我是绝情的人，看得到吗？就是我的上嘴唇很薄，听说嘴唇薄的人都比较绝情，所以我说不定是一个很决绝的人，有感觉到吗？我有吗？我不知道啊。薄情啊、哦，薄情啦，薄情薄情。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在一起是七月的流星，八月温柔。下次 MC 环节。About you。七十七月的流星，八月温柔。其实我这次有跟我的麦克风拍到一张照片，但基于这个光太奇怪，我就没有发出来。你们看那个光在脸上，超可怕的。然后我看起来很像奇怪的芭比娃娃，然后我就没有发出来。好的，我要念榜啦！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啊，因为那个光很奇怪，我看起来像塑胶脸呀。可以发在多哦，对，可以发在多粉，很像古堡里的吸血鬼，没错。你看双下巴，我已经变成有双下巴的人了。人说接下来超过25岁就不能年，就没有青春了。我距离25岁好近哦，我已经23，我其实老太太。哎、欸，人家都说要等20几岁以后才会有那种迫切的被年龄追杀的感觉，好快！我觉得过20岁以后就觉得每年都好快。哈，我的猫来了，我的猫来了，圆滚滚，圆滚滚，你会后空翻吗？那个，不好意思啊，我的猫来了。喵喵，Hello， 他本人并没有跟到刚刚前面的话题，大家可以帮我科普一下哦。但圆滚滚现在头贴，哦，圆滚滚现在头贴是我前妻哦。那没什么好说的，从今天开始，圆滚滚不是我的猫。没关系，可以。气氧，气氧，气氧，出去！因为是前妻，所以是家属啊。剪辑三天就休，没有啊，家属，家属，现在是家属，我被我兵变了，他在当兵还是我在当兵？要再怎么说也是我当兵吧，我现在才是在当兵的那个哎、欸，家属瞬间变前妻，所有人都在问说，哎、欸，现在需要打理吗？现在是我在录我，我可是当初签了5年志愿役的人哎，好不好？志愿役要退伍了，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军营？军营？他退伍没有终身俸。但你们可以成为他的终身俸。他说你兵变是哦，吴同学刚出现的时候，确实确实确实，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出轨。但没有啊，吴同学一直是我的灵魂伴侣。你还是觉得，我是其实想说，
对，为国家效劳，续签了要为国家效劳啊！五年哪来的终身俸？哎，不是，我以为有签就有。前期亲切心酸打勾画面会流出，哎，要满二十，要满二十年哦！我二十年的话，37岁可以吗？37岁服兵役可以吗？家中水电，哎，不是啊，家中首先他要先买房子啊，租房的水电就不属于他的水电减半吧？蔡雅恩是我的人，是喊给现任听的吗？可以看我37岁的时候的我，不行耶，跳不动了哟。但其实我蛮佩服台湾的啦啦队，因为台湾的啦啦队其实都做的蛮长期的，然后也有很多其实也是30几岁的。非常漂亮的女生也都还是继续在做啦啦队，很辛苦哎，老实说。但现任不在内，现任那一天没有听到蔡恩是我的。啦啦队的平均是29，对啊，是真的。其实台湾啦啦队都真的很厉害。Hello， 37岁的蔡恩，我是15年前的你。哎，啦啦队的动作虽然比较简单，但老实说我觉得比较累，因为啦啦队是他们的场地面积都是在户外，然后跳的东西我觉得也比较活跃一点，就是很燥热，对，有氧，像有氧运动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很蛮累的，真的没有冷气吹，就我光是觉得我就这样就觉得很辛苦了。哎，我知道所有工作都不易，就是很多工作都是要在户外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啦啦队跟我们比的话，我觉得啦啦队其实真的蛮辛苦的。我是富邦啦啦队。哎，蔡恩，最近富邦啦啦队影片我看到哦，加啦啦队哈。说什么？对，你们像在打球，他们像在路跑。但只跳四局，还有下半啊，下半也会出来啊。我跳的仿佛就是他们队里的人一样，但我现在回去看一下，我觉得那个头好丑，可恶。那个我的，因为不是头发的问题，是我眉毛太黑了。几点半拜？我是啦啦队，把米酒，我们把可能去掉。应该说，台湾现在的环境就是啦啦队会红。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只能清唱了，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呀。差不多了，
说了，拉着是艺人敲门砖。其实 AKB 的话，在日本也是艺人的敲门砖。好啦 ，It's time to 念榜。我们要念榜了，跨日危机，跨日危机。偶像都是吧？等一下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在回复的是公事，所以我一直回的内容是工作内容，但我想说应该不用特别说。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呀，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呀，我的故事还是关于……我没有，我就没有念出来，我就没有念了。为什么还是输了？因为有人跟我说，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一直看手机。所以我来讲一下，我在处理一下公事吧。哎呀，好的，那我念榜了。开始喽！今天大家就是为了生日这么努力嘛？那我今天要从20开始，哈，这个，还没有要生日，那要播什么歌？丑八怪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Letting go， 我应该要来看一下。我上次听到一个女生唱歌很好听，然后我才想到 S.H.E 那首歌我也会。我来偷看她的歌单有没有什么好听的歌。I really like you， Counting Stars， 她都唱英文哎。幸福了，然后呢？汉堡包，从前说我会的，挪威的森林。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有一种悲伤。乌梅子酱，你甜甜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你唱什么？我唱过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是甜甜的爱情来的这么确定，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没有东西可以播哎、可以给我一首歌吗？让我让它自动播放怎么样？化工草莓酱，你甜甜的微笑就像化工草莓酱，我尝了你嘴角唇膏。唇膏不能再薄荷了，对不对？要一个清新甜腻的味道。打开 KBPOP 的官网，干嘛会唱歌吗？真的吗？我们新公园会唱歌吗 ？I really want to stay at your house。哦，都 OK。公式的微笑。囚鸟。对啊，明天要抽生日会，大家好好的求神拜佛。明天，哎，囚鸟怎么唱、是张宇的吗？是张宇的吗？还是彭羚的囚鸟？哪一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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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是被你囚禁的鸟，我是糟糕了，这好像是同一首歌是吗？是同啊？你们要谁的版本？那应该是张宇吗？七年前，然后张宇的应该比较。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这么难过吗？我都听誓言版的求佛哎。张宇的比较悲，那我们今天不要那么悲的好不好？这样感觉好像我真的被囚困住了一样，倒也不至于啦，也不至于，太悲伤了吧。旁边有零零年代必听经典二十首啊，老歌，好，待会就播那个。今天的第二十名，今天的第二十名是 Happy Birthday 勇哥。好，我觉得勇哥严重的与现场的我还不够熟悉，我要要求勇哥接下来要努力的来到现场看我表演，这样你才知道大家说那个我的与钢琴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老实说，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手还是甩的有点微妙，就是看得出来是不会弹钢琴的。我会再加油的，希望再过几个月我的与钢琴家还会再有这个显著的要进。非常感谢大家，也谢谢勇哥，请快点来看我表演，十月该来了。今天的第十九名，不可能每件事都做到百分之一百，有尽可能出到八成力就很棒了。哎，对啊，这个我好像已经念过了，对不对？每一次几米之后，这一段我都有念过哦。哎呀，可以听十一月的脚链，不知道下一张单曲什么时候可以让你放在下面分享。希望我们今年内有机会出到第八张单曲。下一张吉米周啊，我说十一月啦，十一月，今天的第十八名，今天第十八名，今天第十八名是瓦莎比红茶，请给我一个优秀的工作地点，可以撞见每一个公车。虽然你们之前这么如此贴心的选择了国父纪念馆，但一定不知道，其实我因为我以前是基隆来的孩子。所以我一直觉得市政府离我们公司是近的，所以我都从市政府走过去公司。后来呢，被台北人带了现在这一阵子，我才知道原来国父纪念馆离我们公司比较近。所以我之前呢是一个不常经过国父纪念馆的人，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国父纪念馆比较近。市政府也可以多一半，哎，真的有对，其实国父纪念馆比较近，而且现在国父纪念馆都有五号出口。但你们应该不需要常来我们公司吧？除了握手会在附近，中校动画可以走过去啊。中校动画直线走后面的话，走二十分钟吧，可以二十分钟走到我们公司松烟。然后如果从市政府的话，其实大概要走12分钟上下，十分钟到十二分钟，然后国父纪念馆的话，其实也是快10分钟啦，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国父纪念馆现在就是10分钟内，所以我之前都是走市政府，然后后来现在国父纪念馆五号出口开通之后，对，市政府要经过比较多马路，而且要走一条。也还好啦，都没有很危险，因为市政府跟国父纪念馆都是大路，差不多。中校动画的话其实也很快，因为如果从中校动画一路走到市民大道的话，直走走来公司很快。这样的讽刺，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对，国父纪念馆五号出口最近，然后 Hello 好好来了耶，好好最近上班是不是比较忙？最近都比较晚进来。国父纪念馆其实体感上近很多，真的吗？可是我实际走起来，我觉得还好，还是五号其实近很多。三月也是从五号走过来，但不知道大巨蛋什么时候会通，因为其实大巨蛋一楼应该可以直接，就等于说以后走进去公司的话，应该可以先从大巨蛋里面走，有一个室内的地方就不怕下雨。西门也只有2月会经过，其他的两班都不会，有一个是承德干线，对不对？
我知道二月二会到那个什么中华北路，在那个他不是唐吉诃德，在那个叫什么安利美特对面的那个一个很大的公车站。中孝干线也会到，中孝干线要到哪里？你说到大巨蛋吗？到松烟，中孝干线会到松烟哦。我说会，在那个，联合报，在联合报。但是他刚刚不是指这个意思啊，他刚刚是说我去年的生日公车吧？对啊，就是中孝干线就是二月，中孝干线就是二一二啊。没有常坐公车的人，二一二，是二三二，原二三二，随便。我们不要吵架，我们不要吵架，我们不要吵架，都会到。中孝干线现在是，应该是中孝干线现在叫中孝干线，然后下面会写原二三二，然后二一二现在还叫二一二，对不对？是吧？是这样吗？没关系，这个不重要，没关系，不影响，好乖。但是二一二上才有我，中孝干线没有，这就是最大的差别。二三二副，小杰也太精准了吧？是常坐公车还是公车迷？我发现我们这里其实有很多是公车迷跟铁道迷耶，现在都没有了。那二月二现在换什么？在我心上有你的太强，让一切归零。就在我家附近啊。台北公车都很复杂，但是有些地方真的是捷运不可达之处，就是。现在没有音乐课的意思，目前都没有我了。对，目前都没有我了，抱歉。大家要看到我的话，就是比较难。可以去松烟，松烟有一整条随处可见蔡雅恩。这一个礼拜的松烟是蔡雅恩承包了，为大家承包了整个松烟了，各位。大家松烟赶快去，松烟赶快去。然后是。好的，今天我刚念到哪里了？他居然放人质哎！今天的第十七名，刚刚是瓦莎里。今天的第十七名是看到我就是在念书，不然就是在前往念书的路上。草莓酱怎么这么勤奋好学，这么乖？是乖学生是吗？等一下，草莓酱为什么要读书？要念什么？现在要念什么？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松烟还有第四个我啊，让一切归零在这声之下。还有我本人啊，他在考级考试，考级会考太熟吗？考级考试，我可以好奇一下考级考试要考什么吗？香港的巴士路线是看的哦 ，A 字开头哦。你是要吃吗？考级是看程度决定分数的哦，就不知道啊，想知道考级考试要怎么考？加油，草莓酱，考起来！跟年终奖金有关吗？那绝对是人生大事了。这个听说很多工作都有年终，不禁让我想想年末的时候应该好好怎么削我的朋友一波。好的，今天的第十六名，原来直播辛苦了，这个月选了去生日会，下月我一定要看到雨刚琴家 Jackie， 雨刚琴家等你啊，说不定十二月的我又有什么很厉害的进步，或许啊，可能希望会进步，希望会进步。谢谢 Jackie， 我们生日会见。年终结论转的很棒，是不是？我已经在做好计划。我可以问一个
各位朋友们，这个省钱的达人们，请问十月有什么推荐十月寿星可以吃的餐厅吗？听说十月寿星会有很多的优惠，但是呢，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吃。有没有朋友约我要吃寿星约会？我之前有吃过肉多多的了，我觉得还好，就是大家要不要推荐我吃那个巨吗？当天五折吗？哎，我觉得巨蛮好吃的。我之前有一阵子在捐款的时候，然后捐款会收到一个那个巨的那个抵用券啊，我记得抵超多的，好像整份几乎就是好像。我忘记了，好像反正就很便宜就对了。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么大手笔？然后去吃完之后觉得超好吃。不用被你们请没有关系。我比较喜欢吃那些不是我的，就是基本上呢，你们就是我的人，所以你们的钱就是我的钱。但是餐厅的钱不是我的钱，所以用自己的人的钱就没有赚到，但要用餐厅的钱。新麻辣肉翅房。可以去星期五让店员唱生日快乐，不会啊，我这么多人生日会唱歌给我听。花旗的生日王品哦，但我没有花旗耶。新麻辣生日优惠是神仙牛，和牛蒜好像有。等一下，我叫我朋友新开的面给你免单。哦，想想什么？想想是天堂吗？哦，我刚刚听了什么？我刚没有说错吧？好的，继续。今天的第，说最久的时间，今天的第十五名。今天的第十五名，老板直播辛苦了，公演如愿以偿，看到奇奇怪怪冲锋真的太好了。鱼缸亲家真的有够厉害，他说这次带了朋友去看公演，成功推广到老板哦。不知道为何已经开始在认真的推广老板了，下个月又有成功推到朋友一起看公演，如果是有票的情况的话，期待十一月公演。我是觉得吧，应该 P 组的话，我觉得乌梅应该还是会有票，应该我在猜而已，就是我在猜，应该还是不用到那种抢的很恐怖的程度啊。想想比较好吃，我没吃过，我有没有吃过想食天堂，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想想我不知道啊，对，我都不知道。想想是想食的小孩啊，那个比较便宜吗？可是它比较贵耶。为什么青所谓的价格上的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吗？今天的第十四名，刚刚第十五名是小杰，第十四名是直播辛苦啦，这个月终于可以看到老板本来了，开心。自从去年的四亚演唱会之后，隔了快一年的时间，但以后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了，毕竟我的面已经是剧成人了。想当初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经过了五年的努力，只是可能我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也许我的面毕业后就可能会退坑了。嗯，我觉得啊，退不退坑就是一个机运，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最后突然又被一个他可能。他或许有可能是一期的成员什么的也不一定，然后你突然会发现原来他有一个你一直都没有发现的魅力，或者是可能五六七八年之后成长出来的魅力也说不定，所以在真的退坑之前，希望 TP 都还有魅力抓住你，谢谢黑流星。TP 可是很厉害的，大家没有看这次四期，这次四期的大家第一次全上手牵手，但是几乎没吐槽吧，是蛮厉害的。就是基本上，或许可能会有赶不上，会有点小跳错之类的，但是其实都不会让你觉得他非常的很仓促或者是紧张什么。我觉得他们都很有大将之风。四期果然各个集战力好强啊，好稳，而且还自己撑一个 MC 耶，是真的很厉害。但因为大家在急着换衣服，我就没有认真听他们 MC 的内容。今天的第十三名，今天的第十三名，面面直播辛苦啦，鱼缸亲家太过分了，我直接大哭，怎么那么漂亮我没了，好看到我只能汪汪叫，
笑死，笑不是笑死哦，气死，气死，好这哦，蔡恩，以下三千字省略，我下次再说生日快乐。好，我下次再听你说生日快乐哦。谢谢天宇。天哪，杀疯了，杀疯了，我要死掉了，我要疯掉了，好真的，我要哭了。大概就是刚刚是天宇的写照，但是也是不要那么晕了，我怕你太晕的话，我怕爱会消失。先不要那么晕好不好？我们可以那个，我们可以渐进式的培养感情。我现在很怕人家太晕，就是你们知道太晕的时候，爱会消失很快。所以爱会消失吗？真的，他每天都这样吗？我有严重的 PTSD。上一个这样子的人，上一个这样子的人，嗯。如果可以的话，对啊，就是虽然总是呛你很晕，但是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偶尔可以打个止晕剂。谢谢天宇，谢谢大家。下一位，但不可以打止吐剂，因为我止吐剂会吐，我止吐剂反而会送急诊。今天的第十二名，刚刚我听你排到什么？今天的第十二名，直播辛苦了，明天会去踩点哦，欢迎你去踩点哦，谢谢阿轩，明天松岩有没有机会抓到隐藏的第四只蔡恩呢？不好说，谢谢阿轩。我就半晕可以，半晕可以，生活要顾好不好？生活要顾。耶、yeah, ，其实我在想啊，正常对你们来说，松烟远不远啊？松烟是不是其实还是算一个不会常去的地方？我先念完榜，我再来处理。很远，还行吧，还好，我带着很远咯。你那几个回答很远的，是不是真的太远啊？你们的那个计算程度不一样啊？只要在台北都远，有点距离，远了。好，那我可以好奇一下，平常去松烟的到底都是哪些人吗？因为我真的如果不是工作的话，我也不会去松烟，除非有展览之类的。但原来松烟人是这么多的吗？一路转车顺畅也要一小，我七本。高铁能到的距离，高铁到不了松烟。文创市集呀，展览。平常都陪姐姐去看展览啊，总之就是一些看展仔们，是吧？下一位，今天的第十一名，谢谢乖乖，乖乖很棒，哎呀，乖乖今天有冒泡泡，谢谢乖乖来看我，耶！附近上班的，因为附近上班才去松烟的人。没错，就是我。然后我很佩服很多成员假日的时候，就是非上班时间，然后也会去松烟。不知道为什么，到底哈？如果不是上班的状况下，我真的是不会走进松烟呢。我是这样子想的啦，除非大家约我去看展。今天的第十名，喵喵直播辛苦了，加油！再两天就结束了，我吗？我还没有。接下来就可以好好期待生日会了，但你有，加油，实习要结束了，实习应该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吧，博成这么一的人，公演面面的鱼缸琴家琴家是帅爆了，面面一登场就看到了你跳鱼缸琴家，我第一个反应是哇哦，竟然是鱼缸琴家，我晕了，我过程中看到面面微笑的那一刻，我还想说哎呀，面面还是说吧讲啊，所以就停顿了一下，看人家怎么喊，星期六也是有大声喊的哟，博成很棒，现学现卖。今天去面交，去松烟面交吗？
对啊，很多人把松烟设成取货门市，我之前就因为这件事情特别跑了一趟松烟，真的是非常的尴尬，对我来说好远。哎呀，我之前因为有一阵子疫情吧，然后不小心没有赶到虾皮店到店，就跑了一趟松烟。今天的第9名。妹妹晚安，快去休息，生日会见。刚听到吃辣就想到这个止泻剂，止泻剂包装上的警语，本产品可能会造成你的不便。一语双关，没错，一语双关，这给过吧，给过。不知道该怎么说，它不好笑，但是它写得很好，恭喜贝勒爷，优秀优秀的人才，不能被埋没。谢谢你造成，不是你，谢谢止泻剂造成的不便。哎呀，我刚差点因为啊，没有，我现在想不出任何相关的词。好，没关系，我还是觉得配得很棒。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谁？下一位是，下一位是第8名。好久没上来了，先提起了预祝生日快乐！我单就没有听到，我没听到嘴巴，我单就没有听到。下个月要去东京了，除了哈利波特乐园、迪士尼乐园，还有什么老板推荐酱油必去的行程景点吗？哎，请问一下那个我的酱油们，我之前去东京还有推荐的什么景点吗？神社吧，我很喜欢花园神社，但是花园神社已经逐渐变成一个观光客都会去的地方了。然后花园神社只是因为我之前住的饭店离花园神社很近。然后还有什么必去的景点吗？必去的景点啊，哦，我认真的跟你们说，我把Ueno都逛完了，逛完，我几乎把整个上野Ueno都走了一遍，不会推荐大家去上野，好腻哦，真的是逛到好腻哦。东京，对啊，我的遗憾就是哈利波特了，还有什么吗？这样一时之间真的想不出来。东京必去景点，上野动物园，倒是动物园没去过，一个人去动物园太可怜了吧？再怎么说，一个人去动物园太可怜了吧？不行，风干后会留下彩虹微光。哦，我要唱什么？东京。上野动物园。很多人自己去吧。哦，好，我会希望动物园的话，可以找个人陪我，所以我目前是没有去过上野的动物园啦。看一下啊，阿美横丁其实还不错逛，但是要看你是什么状况。阿美横丁适合就是想吃美食跟真的一个人去动物园，那你可以去阿美横丁的话，其实蛮好逛的，然后也就是一条街，然后有很多好吃的跟小店。明治神宫不用推吧，其实观光客去的地方我也觉得还好啦。六本木展望台，台场。听说中目黑星巴克是现在的东京新景点，但我没有去过。一个人去水族馆真的不可以，一个人去水族馆我真的会睡着。我对水族馆真的没有兴趣。之所以去水族馆，纯粹就是为了想要跟喜欢的朋友，就是想要见面的朋友找个地方去。如果一个人去的话，真的是会睡着。哎，啊，对对对对对，
神田明神其实蛮漂亮的，实际上可以去干嘛吗？你有喜欢很多动画的话，就会觉得那是一个踩点的好去处。但我自己的话，其实本来是为了蕾丝玉手去的。不知道你会不会对蕾丝玉手有兴趣？神田明神的蕾丝玉手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是紫色的。最近新的是东极歌舞伎町的套啊。吉普力，但他的吉普力美术馆很远，他不在东京，他不在东京境内，他在比较境内啦，但是在郊外，郊外就是比较偏的地方。雷光，还是你要去泡温泉？蕾丝玉手，我之前有在现实动态分享过，是一个很漂亮的蕾丝玉手，你可以去查一下。好的，继续，我要继续了。东京。还是你要去泡温泉？东京有哪里可以泡温泉吗？今天的第七名啊，再给五分钟擦一下眼泪，直播辛苦啦！这阵子一直埋首在工作中，感觉身体都轻飘飘的，感觉可能是灵魂出窍了。我知道你也很努力的在做好组长应该做的事，很努力的练习，可惜周末我没看到，我只能够覆盖公园召唤生日会，总是要有一个可以出现才行。对，我们11月还是可以在公园见的。对了，我换了新眼镜了，下次见面后我会不会忘了你是谁？有可能。生日横幅很棒吧，很赞，而且还超高清是吧？等我下一次去现场好好的观察一下有多高清，有没有比我的脸还要高清。一直都是爱着你的，谢谢富伟哥，我们生日会见。好，下一位，糟糕，跨日警告，跨日警铃在响了。今天的第六名，好久不见啦，终于见到了与钢琴家面。不得不说，玉安运气是特别的好啊，就是一回来就看见与钢琴家，开心见到真人面，果然太久没看公演啦，耳朵都等不住成员的美声。听说我们这次的那个麦克风跟音响非常的惊恐，听说让你们的耳膜很痛，坐半夜的班机就是好。坐半夜的班机有很好吗？谢谢玉安。听说大家看完之后耳膜很不舒服，我抱歉了，这个就是所谓的震耳欲聋。今天的第五名，妹妹直播辛苦，好久没有看公演，刚请家的面，老板也好好看哦，每一首老板都好美，生日会见了，第一次参加会带着一颗满满爱妹妹的心去的，我们生日会见，好好。妹妹直播辛苦了。好，十月公演看了两场妹妹之后，电力满满的，听到十一月公演就在想说，我有没有什么事搭上回家客运查一下。行事历刚好跟员工旅游撞齐了，没办法去了，伤心了一下。但是还有十月生日会可以见面，老板早点休息，不要熬夜。没问题，我早点休息，不要熬夜。谢谢天灵。今天的第三名是因为直播辛苦了，公演至少面辛苦了，鱼缸请假好运，这次踩了很多点，好开心。虽然是等一下就是科学家，因为我知道科学家还是学生，但是我不知道平常科学家就我希望科学家如果是学生的话，可以好好的先照顾自己的生活。我一直很担心学生会花很多的金钱在可能来跑现场的车费也好啊，公演票其实也不是很便宜，毕竟我们这里就是挺坑钱的。然后还有各种就是活动什么的，如果大家跑来跑去的话很花钱。我只希望科学家可以不要花太多钱，要先以生活为重哦。谢谢科学家对我的照顾。哈哈，那个已经是上班族的大家就是加油。真的吗？为什么 TP 学生犯罪有钱？但我有听过很多学生是疯狂的在打工的，很多人跟我说一人兼了两三份工，我觉得那样就真的很辛苦，就是务必先让生活的等级先提升之后，我们再好好照顾我就可以了。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今天的第二名公演时，第一次跟老板介绍自己，感觉兴奋到模糊。光庭爸爸，确实是兴奋到模糊。然后女儿竟然开始想要零用钱买升学了。除了面面，竟然还想要加个果果。你要不要先跟你观念沟通一下？在咱们家 Team TV 只能选三个成员：面面、老板、蔡恩，请选择我。我选择，如果有升学的话，我都会买。谢谢家珍，但是升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欢迎光庭爸爸加入多粉之后，每天让那个家珍参与我们的聊天，跟我如果发文了，就是没有问题的。欢迎光庭爸爸常常带家珍来看我。今天的这个兴奋到模糊的第二名，光庭爸爸。我真的就是在现场笑爆，哎，就是很可爱。一件爸爸是可以这么可爱、这么有喜感的吗？木を見て森を見つ、面を見て他のメンバーを見つ，是这样子的意思吧？公演很好看，谢谢老板。有呢，只是想要笑你了。いるよね。不是重做的最主要的理由是说老板的事情大家都有放在心上，太忙的话就，太忙的话没去再帮你 PR， 谢谢。会的，我会努力的。看老板直播就什么都好了，甚至会见，直到说把你的样呢。谢谢小安。好了，我们来放晚安歌曲了。为了乖乖的不跨日，我们礼拜六见。不知道为什么官方的直播时间错了，所以如果今天有来看我直播，但不知道我是礼拜六直播的，因为我有看到 FB 的专业分享显示我是礼拜五直播。没有，我是礼拜六直播，我是21号，重新更正。所以如果六的几点？六的八点，大家，所以可以帮我跟着一下写写。然后那个我的可爱小编，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帮我跟着一下礼拜六直播，爱你哟！谢谢大家，晚安，拜拜。星期六晚上8点。前輩，大先輩。そうです。大先輩よ。大先輩。严格来说算是吧。拜拜。晚安。See you。我是不是有眼屎？没有，只是眼睛有闪光。See you。